和我们一起乘坐这辆时光列车，欣赏沿途风光，感受滇越铁路的百年变迁。云南九居顺口溜，云南十八怪，火车不通国内，通国外，说的就是滇越铁路。1903年到1915年，法国人在越南海南与云南昆明之间修筑了全长854公里的滇越铁路。这条铁路不仅是中国最早修筑的铁路之一，也是中国第一条国际名轨铁路，曾被当时英国《泰晤士报》誉为与巴拿马运河、苏伊士运河并列的世界人类三大工程奇迹。成为云南最早使用电灯的城市之一。民国七年创办的阿里县立中学，开创了开远现代中等教育先河。开远南桥电厂是中国第三座、云南省第二座水力发电厂，是开远从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转化的代表，是建于1958年的开远雪花厂，为毛泽东主席、刘少奇、周恩来是建厂，邓小平立名，朱德亲自到工厂视察，是当时全国唯一以解放军立名的化工厂。开远林业机械厂1975年自取成功，以名牌汽车被选送到北京农业展览馆展览。此外，依托滇越铁路，开远糖厂、开远水泥厂、开远红河泥煤厂、开远小龙潭电厂、开远小龙潭煤矿等十大厂矿的繁荣发展，使开远成为云南省重要的能源、化工、建材基地、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和仓储中心、重要的食品加工基地，为开远这座滇南工业重镇积淀了浓厚的。各位乘客，你们好，我们的列车已经到达祥云路站，在这里停留的时间是1分钟，请带好您的随身物品，听从工作人员的安排，按顺序上下车。各位乘客，你们好，我们的列车即将出发，下一站庐江河站，请要下车的乘客提前做好准备。各位乘客，你们好，我们的列车即将出发，下一站1909站，请要下车的乘客提前做好准备。
2016年，开远市启动凤凰湖片区城乡立体整体城镇化建设项目，以凤凰山、凤凰湖、凤凰湿地为核心，打造健康绿色生态城。大家可以到凤凰山上的开远记忆客厅了解开远的往事，到凤凰湖休闲散步，也可到1909广场追忆百年泥轨的绝代风华，欣赏滇越铁路浮雕，当然还有石棺餐厅，独具开远风味的菊花米线，欢迎大家去品尝。各位乘客，你们好，我们的列车即将出发，下一站七孔桥站，请要下车的乘客提前做好准备。各位乘客，列车由此出发，将沿忍者村而行。忍者村南三孔桥是低位石孔桥的代表，1903年由法国人设计，1909年由意大利工程师和中国工人建造完成。桥画于嘉兴站庆冲上，款式气质，外观呈凸包石棺拱，全长48米，宽3.65米，高5.44米。桥体敦实稳健，是滇越铁路上现存最美的桥。开火车。各位乘客，你们好，我们的列车即将出发，下一站南定站，请要下车的乘客提前做好准备。
六位乘客，我们的右前方就是七孔桥，这座由法国工程师设计、1909年竣工的七孔桥，全长98.9米，宽4.4米，高距隔堤21.1米。七孔桥桥式南高北低，地质构造复杂，建造技术严格。
各位乘客，前方我们将到达南洞站。南洞风景区是开园八景中的第一景，由大小不一的八个溶洞组成，有的在山腰，有的在崖上，纷纷错落。其中以通明洞河水分流汇入南洞河，桃源洞内中午时沙地完美，形姿百态，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水溶洞。南洞风景区古木林立，是极佳的休憩之地。各位乘客，你们好，我们的列车已经到达南洞站，在这里停留的时间是一分钟，请带好您的随身物品。接送工作。各位乘客，列车将驶离南洞公园站，下一站就是我们的终点站大塔站。这一段路程，我们将感受滇越铁路的重要组成部分——隧道。这些隧道都是由人工挖掘而成，没有进行支护和衬砌，一动沿着一动，如天然形成一般。列车穿行其中。
留的时间是一分钟，请带好您的随身临时停靠点。为了您的安全，请勿擅自下车，谢谢。各位乘客，你们好，现已到达玉林山站，现在是临时停车，车门将不再打开，请大家稍等片刻，谢谢。各位乘客，你们好，我们的列车即将出发，下一站西口桥站，请要下车的乘客提前做好准备。不能忘了，俺手里找哈，俺手那么大，藏地里的。
出发的发展的各位乘客，你们好，我们的列车即将出发，前往下一站1909广场，请要下车的乘客提前做好准备。
各位乘客，我们即将到达开远站，结束今天的滇越铁路之旅。100多年来，滇越铁路与中国的命运紧紧相连，成就了一段段辉煌的历史。蔡锷将军开远避险，宋美龄到开远，滇60军出滇抗日受降，解放军滇南追击战，西南联大深入滇，云越抗法抗美，70年代自卫反击战，都曾经在开远留下痕迹。2018年11月，滇越铁路被列入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。经过100年的沉淀，今天滇越铁路已经不仅仅是工业遗产，还是文化遗产、记忆遗产、档案遗产，更是开远的精神遗产。如果大家还想更近地走进滇越铁路开远站，感受开远的滇越铁路文化，可以到站外的彩云路寻找昔日的杨俊坚、鸿明医院、北车坊、八都署等。本次公交列车，下次再见。